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这是咸肉是吧？它就是越打越甜是吧？对对，这个生活过得像那个吃汤圆一样。多报警啊，这是一家啊，真幸福。我们家娃子是历来都有什么了，是多数是春节，但是很，像比如盖房子啊，老人过世啊，主要是代表喜庆、祝福的意思。他按了两个，一个福字，一个喜字，他也拿，先拿他拿进两个喜字，我拿进两个福字。哎，我看你们看，就兄弟赐福我呀，就是代表了。农民的一种希望，看到希望平平安安，是吧？一帆风顺的过日子。哎，他那是不值得。哎，他还说，哎，他五谷丰登啊，有朋不自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嗯。我说，我们肯定要好好的干，好好的努力干，以后肯定要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分享生活。通常要请一些呢长辈和最尊敬的人为这个地方呢祈福，打一下天地吉祥，再打一下呢万物和美，家人安康。他是第二次来到英雄，来他是我们国家副主席嘛，他也过来看望了这个灾情。当时看到老百姓这种灾情，他心头是很难受。他现在就十年的搞这个新面貌，一下就出来了，也很高兴。老板，他喊我老板，他说你老板生意兴隆，晓得不嘛？就在这儿炸了酥肉，磨了豆花。他非常熟练的炸了五粒粿条，他就是这个味道很香的，这个菜籽也好，他说我也很喜欢吃，晓得不？边磨他还边说，真是很练臂力啊，越磨越带劲。所以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啊，就是专程吃我们这个酥肉，所以我们现在豆花也叫带劲的豆花，幸福的酥肉了，晓得不嘛？贵州人对辣椒的青睐是牛肉粉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。假如说你要把这个牛的这个清汤放上去，把精致的牛肉炖到香味弥漫，然后你再把牛肉放进去，舌尖上的美味的组合呢，它的佐料够了。还有就是我们对依山傍水生活的一份尊崇。总书记的在讲话当中呢，对贵州的山水的熟悉呢，让很多的贵州团的代表都非常的感动。吃完一碗呢，其实还想吃第二碗。他说每一个地方都有值得留恋的东西，不要小看这样的幸福感，这种幸福感它能留得住人。主席点赞了咱们贵州的牛肉粉，从2014年开始人就越来越多，泰国的呀，美国呀，在国外也能看到咱们贵州的牛肉粉。乡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会想念着你。千家万户都好，国家才能好，民族才能好。